王松山居士，男，河南许昌人，于2001年6月16日下午到东天目山昭明寺，17日上午11时35分往生，享年67岁。王居士出身普通农民家庭，务过农，做过工，他一生乐善好施，利人为怀。生性淳厚，少欲知足，生活简朴，上进下和，宽厚待人。入佛门以来，依照净空老法师教诲，老实念佛，不怀疑，不夹杂，不间断，一心向道，身心清净。近一月来，他多次督促家人要来东天目山，一路上精力充沛，法喜充满。见了齐淑平居士，第一句话就说：“我到东天目山往生来了。”他自知时至，身无病苦，心不贪恋，意不颠倒，自在往生，面带笑容，全身柔软，种种瑞相不可思议。愿生西方净土宗，九品莲花为父母，花开见佛悟无生，不退菩萨为伴侣。我们衷心祝愿王松山居士莲台高登，见佛闻法，诚愿再来广化友情。最近几天，王松山老先生预知时至从河南到我们东天目山来往生这个事，在我们山上的修学的同修中间产生了很大的反响，给我们同修以很大的激励。请你谈一下当时王松山来东天目山往生的前一天找你和何姐谈话的这个情况，请你谈一下好吗？好，他这个情况是这样，这个他的老婆带着这个王松山找到我的房间。我看着王松山长了一个大个子，高高的，他跟我讲我是来往生的你给我皈依。我当时呢由于工作嘛，我就说了，我说皈依嘛，我给你，你要皈依净空法师我把皈依证书给你，我给你写好，你跪到佛菩萨面前恭恭敬敬的读三遍就可以了。他说好，我把皈依证给他写好以后，你就给他了。但是我没有放在心上。他说他来往生的那么我下了山以后呢，他的意思也不光是他一个，杨主任意思你给大家呢这个讲一讲这个东天目山修行的情况、目的、意义那我就说了，我说目的意义呢，我也讲不了什么，但是呢，我可以呢谈谈体会给你们讲讲故事。那我到了晚上呢，我就开始给他这个讲西方极乐世界的一真庄严讲娑婆世界的苦要念佛，要了脱生死，摆脱六道轮回，要自己你读自己，自己读自己实力，到个起个好地方。我讲了总共一个半小时，他呢跟我面对面的，他听着我非常欢喜，听得你津津有味，认真的两个眼盯着我讲完了以后这个一个半小时讲好了，他呢欢喜，非常欢喜，他就去拜佛去了。拜佛到第二天是谁来，是个女的声音，他叫你往松山找你，叫你给他助念。
心里想，我开什么玩笑啊，活蹦乱跳的就住念了啊，从山上下来就给住念了，我想跟人有毛病的啊，但我没放在心上，他已经预知时至，这一点我自己忽视了啊。那么我就管自己吃饭，吃完了饭以后呢，我呀自己就上山了。上山呢，刚走的这个半山，从山当中这个往这个五里坪这个地方的，走了五里坪下面的一半，一个小徐居士啊，咚咚咚咚咚咚追上来了。他叫王居山，往生了，站着走的。我说啊，往生了，站着走的。哎，他说非常潇洒，在那里拜佛。他说后来嘛，到了大厅里，衣服向着往下一脱，一个比丘尼师傅说：“你怎么好脱衣服啊？别感冒了啊！”他就这样站着就走了，因为大家呢不理解，下面呢我就给大家我说：“算了算了，你赶快回去给他助念。”到此呢我就上山了，往下呢就是派人给他助念，我就这一半。阿弥陀。
提往上提。Thank you.
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南无大势至菩萨。南无清净大海众菩萨。南无清净大海众菩萨。念佛功德归向给黄松山老居士，愿他在西方极乐世界品位增高，上品上升，早日圆成佛道，奉愿再来。阿弥陀佛。念佛功德归向给在场的一切孤魂野鬼、冤非转众之类，阿弥陀佛。念佛功德回向国泰民安，世界永久和平，阿弥陀佛。大会的诸圣善人们，佛在今天讲，念佛人是人中的好人，人中的善人，人中的妙好人。大家聚会一堂啊，送王是王松山，王松山往西方极乐世界，法喜充满啊。那么大家有缘才相聚，我们的缘是什么缘呢？是佛缘，是法缘，是僧缘，是净缘，是阿弥陀佛48愿给我们接的缘。佛在经中说，胜我得佛，十方众生至心信乐，欲生我国乃至十念，若不生者不取正觉啊，为什么你诽谤正法？我们大家是因为坐阿弥陀佛这个大船，是举着净土法门，也就是说齐日平老居士创建的这颗净土心灵的一片净土，来到这个地方送我们的老居士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他一年前已经皈依了，这次又重新在天目山下院归的音，有秦平老居士亲自做印证啊，3天就往生，头一天来第二天就往生，有很多的瑞相以为验证，有很多居士看到种种瑞相，凡遭有相就是虚妄，若见诸相非相即见如来，但是佛性不可思议，阿弥陀48愿不可思议啊，佛的救度不可思议。那么今天我们有缘相聚啊，大家呢互相的关心，互相的爱护，互相的帮助，成就我们的道业。下面呢有咱们的主法法师陆海法师讲几句话啊。阿弥陀佛。阿弥陀佛。莲池海会的大菩萨们，阿弥陀佛宿世的因缘，大家聚集在一起，这几天大家参加初见都非常的辛苦，但是初见的意义非常的深远。佛菩萨三转法轮，劝转、示转、做正转，老居士的往生给我们做了证明，往生真实不虚，阿弥陀佛愿力不可思议。在这2-3天初见当中，有许多的瑞相相继出现，有闻到异香的，有看到佛光的，这一切都增长了大家的信心。大家知道，上院西方一号工程今天奠基，此时此刻我们向老居士遗体告别，这一切显示了东天目山不可思议。将来在东天目山像老居士这样往生的一定会是很多。诚如齐居士所讲，东天目山是佛菩萨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所设的接引站。希望我们积此殊胜的因缘，坚定信心，将来同往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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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面有居士代表杨主任啊，给大家说的。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各位法师，各位大德，各位同修，今天对镜头是王松山老居士往生的
大喜日子，我们在这里给他送行，希望他成佛之后赶快回来接我们。老居士的往生又一次的证实了佛法真是不虚，是阿弥陀佛讲的千真万确，净空老法师让我们真干，确实干出成效来了。王松山老居士就是最后的证明，他的往生首先说明了他是预知失智，他在家而且几次催着他老伴儿赶快到东天门山来，这一个证实。到这儿之后见了七居士，第一句话就给七居士说，我到东天门山来往生来了。哎，他在那个外边那个树下呀，在那边拜阿弥陀佛的时候，在场的毛居士看着清清楚楚的西方三圣来接来了，咱们还有一位周师兄的周居士，他看到那个湖光也来了，说这都充分证实了，哎，这是真实的。而且老人家走的时候身无病苦，你看他顷刻之间哎就往上走了啊，身无病苦这一条证实了，与之失智证实了，心不贪恋意不颠倒也证实了，就是说无量寿经上讲的他全部兑现了。七居士讲啊，今天上午七居士还讲，他是到东天门山给我们表演来了，让我们今后啊都向他学习，咱们各打各的都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哦，阿弥陀佛，下面咱们家请，敬请家属啊，代表来讲几句话啊。阿弥陀佛，来，阿弥陀佛，来讲讲几句话啊。啊，敬起啊，这是他的，您今天是他的出家女士，我是他的大女儿。啊，他大女儿出家了。啊，阿弥陀佛，您代表你家属来家里讲几句话。我这一次作为我父亲的女儿，我感到我父亲姻缘这么殊胜，我心里很感动，感谢大家对我父亲这么多的帮助，帮助他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但愿我父亲能够往生西方极乐世界，道驾慈航，接引我们将来同往西方极乐世界，同名妙音如来。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你准备。我也没有什么好说的，我首先你叫什么名字啊？我叫小景。你是河南人啊？啊，河南许昌的。你们什么时候来的？是17号。农历是25。农历25来的。啊，4月25。啊，您就把您老伴往生的情况、学佛的情况，还他求往生的情况，你简单说一说啊。因为此事啊，你们不要紧张。阿弥陀佛，我没有什么可说的，我先谢谢我们东天母所有的法师、各位大德、小居士们，向你们真正的谢谢啊！你们大家帮助我们全家共同大福，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不退成佛。阿弥陀佛。在家里念佛时，他与王文山与去年前年个，就是我们的净土净空老恩师的磁带《无量寿经》，他看了以后很有启发，他有佛缘，也那时候结下佛缘以后，于去年6月29皈依，皈了依以后，经常就是晚上或者平常。我们也没有什么可讲，我也不会讲。我说我们就是人生难得，佛法难闻。我们呢，今生呢就是80岁老翁也会念，3岁的小孩也会学。我就照着老恩师这样讲的，这是一条。还有说的啥呢？我们要是念佛的时候，
不在多少，只在只要心里清净。我的咱平常多念的，你不要管我，你好好念你的吧。我一催他念佛，经常就是加持他。他说你好好念吧，你不好好念，将来你往生没法。他也是加持我的，我也知道。可是呢，我的咱都共同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哎，你好好念你的吧，你不得了了，加持的很点，精进的很点，也是中品，不然我中品也去了。我说他，我没有给他说这三品往生的。我你说的怪点，你嘞，我上品上生，我一居士们可多也知道，他经常这样说。哎，我一说上品上生，您说的那么容易，走着看。他半年前都说过这，特别三个月以前也这样说，特别就是最近一个月之前，基本上就三天五天一催的上天目山。非要上天目山，我那山那里头，啊，我山上爬个里头，那我得去，非要去。特别这几天的，一天天催，天天催，去到以后，那欢喜的书生的呀，咦，阿弥陀佛！去到以后，俺俩先搁那也没有上大殿，就搁那地下，一拜给天目山发愿，给我们的三宝弟子结个发愿。给我们的西方极乐世界的未来的福结个法缘。阿弥陀佛。今天早上我了，我没有事吧？他来之前我接待的很健康，他老公这一点说。哎对了，我们来时候啊，他一点个一手点一个皮包，一个皮包总是那衣服毛衣少，怕这山上冷，总是有二三十斤，两个有五六十斤，他点着能跑，可远等到上车跑啊。本来从许昌到这会儿1300多公里吧，他都照样走，一晚上成夜不睡觉，精神发起充满，可高兴。来到以后一很拜很拜很拜佛，一高兴的大家也不在我说，大家师傅们同学们都见了，来到晚上也是很念佛很念佛，高兴的。哎呀，他见每个师傅们居士们同学们，我来往生来了。他不过就是我来往生来了，我来往生来了。他见谁都那样讲，他见谁都是我来往生来了。他平常这样说，我不在意。佛菩萨示现是做正转，三转法轮像当家师刚才说的做正转，这个就是做正转，给大家看真干真实，这个、才是。他下来一个头层皮，一个土霉素，从来没有吃过。啊，他身体都就这样讲。三宝加持。这一次嘞，一说往生西方极乐，蒙毅嘞。我也是跟大家一样，主要是谢谢大家同修各位法师大德们帮助，在他的法院书生下往生了西方极乐世界。我希望咱们大家的念佛回向，叫他的品位上升，咱们共同随住他，他先走一步，我们大家跟他一起上西方极乐世界。念佛送他，念佛送他到求佛菩萨加倍。好好，大家一起念佛啊！来，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再烧有好点的烧，舍利花，有舍利花，咱就再烧。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这次你看，就这次的话，就看这个，这是三层，这个再来一点，再把，这一点，这样这样，来来，对对对对对对对，那这个好你看，那个看这个。哎，你拿不是白的，这个白的拿起来，它是白的，它就代表什么？越是白，白的它的代表那个什么？骨头。这个是不是？这个是吧？颜色。这个是不是？你看这个，颜色。这个准备这一块。这挺多的，这个大花，这个是都照上。学历这个很好看，念佛功夫。好，你看，你看，你看，这个这个光明。啊，哎呀，这呀，这人的功夫不浅。阿弥陀佛，光明遍照十方世界，念佛众生摄取不舍，千经万论处处指归，都教我们专精念佛，求生净土。王居士往生示现给我们，要看破放下，老实真干，依教奉行，把握一生短暂宝贵的生命，完成无量劫来稀有难逢的因缘，念佛成佛，同生极乐。南无阿弥陀佛。